你了解了，对啊，所以这个300万你也不要去汇。他到时候一定会威胁你说什么让违约交割之类的，然后强迫你去汇钱啊，你不要再汇。对啊。他跟你说你这样子，你汇什么，他什么会告你啊，什么诉讼，他会开始威胁你。我觉得你那个麦先模糊掉。你先。谢谢你。没有，你那个要注意网络上你什么都不知道的人，不要听他的话。对啊。我差一点点会下去。对啊，会。你都辛苦钱，你不要随便给别人的。对啊。本所于112年7月3日14:00接获银行报案，称疑似有民众遭诈。本所警力立即赶赴现场，经查系陈女在网络认识一名网友，双方加入 LINE 后，对方框称可依其指示投资虚拟货币获利丰厚，陈女不疑有他便至银行汇款。行员关怀提问时察觉有异，立即通知本所。警方到场听闻汇款理由后，与行员一起向陈女说明系诈骗集团所为，成功拦阻新台币300万元。